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现在要来开箱时间喽。现在要来开箱的是那个不锈钢的筷子，因为在网络上看到，所以就买了。来开箱一下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QB 三个 S 304的。这边还有示范如何拿筷子。好，那我们原本就会拿，就不用再看那个。材质是什么？澳式体不锈钢。OK，这是它的正面。然后它的塑胶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塑胶包装，还可以用。好，食品接触用的不锈钢304，哇，是188的，乳霜。好，打开看一下。那詹姆士有特别看过的这种四方的，它四方的话，放在桌子上比较不会滚来滚去。如果像是圆的话呢，依照之前使用的经验，它放在桌上很容易滚来滚去，所以詹姆斯挑的话都挑四方形的。那这个是中空的，拿起来会比较轻。然后这个是亮面的，看到这边那种防滑的沟槽，这边下面夹食物的地方有防滑的沟槽。也是我会挑这双的原因，看起来还可以。那网络上有在卖一些像韩国人在用的扁块，这个詹姆斯就不是很习惯，所以就挑这种四方形的筷子。不锈钢的话，比较不会像木块会发霉或是长霉菌啊。有时候你洗一洗，然后它 旁边没有晾干的话，可能就长霉菌了。所以后来詹姆斯都会挑这种比较不锈钢的。然后这个看起来不错哦。感觉都蛮滑顺，没有那种粒粒的，没有修好的感觉，而且它做的是亮面的。好，总共5双10只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开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